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神带领吼，咱今日个星期六是安息圣日。神在创世之初，用六日的时间做了天地万米，到第七日，伊就休了伊个工作。神将第七日定做圣日，并且束缚乎第七日。第七日是一个时间，这个时间要怎样来得神的束缚？因为安息日是为人来设立的，所以神束缚乎第七日，就是讲人若伫这个安息日来守神的命令，来敬拜神，安尼伊就会当蒙福。咱愿主将应许在圣经，这些恩典福气，拢临到咱在座每一位。咱对星期三开始吼，就是咧学习这个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是旧约小先知书里面，伊个篇幅上长的一卷。伊这个历史的时间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的520年，所以距离咱现在有2500多年的时间。撒迦利亚先知，伊是伫巴比伦出世，因为因的先祖被掠到外邦去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来出世。原来伊伫国外一定有好的发展，嘛有真好的根基。但是神借着波斯王高列下了一个诏书，讲要倒转去恁的故乡去重建圣殿呢，恁就可以报名上册来登记。结果就有50000多的人，在以色列百姓，因为爱国、爱家、爱神，所以因离开家己已经生存的一段时间的这个所在，因就倒转去到因的故乡。会使讲是对头开始，也是对零开始。万行事拢是起头难，因所面对的困难一定超过咱所想象的。虽然撒迦利亚伊是出世伫国外，伊的故乡是伊毋捌踏过的一寸的土地，伊的故乡不过是伫梦中才看会到的所在。但是伊对这个故乡有这么浓厚的这个感情，是因为因对神有信仰。因敬拜神，因敬畏神，所以这款敬畏神的态度，伊嘛认捌天顶的真神，所以有这款爱神的态度。咱今日个，咱拢应该爱有爱神的态度，但是咱来首先来敬畏神。所以，予咱知讲，这个重建圣殿的工作确实无容易、无简单。但是，这既然是神所命定，神也已经为因铺排一切的路途。拢非常的顺利，包括这个波斯王，伊会当安尼温存因回来，为因预备了真侪金银财宝，嘛预备了真侪材料，所以因就起身来离开波斯，倒转去因的故乡。伫撒迦利亚先知的头前，有哈该先知，甲伊做同款的工作，早伊两个月的时间出来为神做工。鼓励以色列百姓，爱搁重建迄、那个已经停工15年的这个圣殿。因对比罗基地回来无偌久，就独断限制，并且立了这个圣殿的根基。但是因为拄到敌人的阻挡，所以因就停止建造。结果呢，安尼一个停就停了15年的时间，到了。主前520年，就是神来呼召哈该先知以及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因两位一个年长，一个少年，通力合作，同心同行，搁同工，有同款的目标。虽然无同款的年代出世的，年龄无同款，但只要拢是同款爱主，拢是为神做工，就可以伫这条路上来同心同行。咱看到因所发出来教导的信息，无非就是要来鼓励以色列百姓，要有坚定的心志，唔通惊吓，
因为神要甲因同在，神一定会予因所要做的事来得到成全。虽然眼前前有真济困难，但是呢，靠着神的能力、圣灵的帮助，源源不绝提供予因的神的宽平甲能力，一定会当最后将这个圣殿达完成。所以所罗巴伯最后将迄块石头达安在圣殿的顶头的时阵，万民都拢欢呼，大家拢欢喜来将荣耀归乎神。当然，咱知影讲伫这個中间，撒加利亚先知伊是用着甲撒加利亚先知极无共款的方式来鼓励带领以色列百姓。撒加利亚先知是用比较较明白的这个话，直接用言语来带鼓励。但是呢，撒加利亚先知呢，伊是有领受了神和伊看到的八个异象。啊，这八个异象呢，拢是出于神，并且是伫同一个暗时伊所看到的。啊，这就是来自神的启示，有神特别的用意。啊，这个异象的解说，通常咱并未使脱离因的环境，啊，甲迄个时阵的历史背景。因为迄个历史的背景，就是要为神做工，要来起造圣殿，已经停了十五年的工作。现在呢，因为撒加利亚先知伫这个五个月前啊，在因安尼鼓励，所以伫六月二十四日啊，大利乌王二年的六月二十四日，因就动手啊，开始恢复建造圣殿。到了这个八月吼，同迄年八月满两个月吼的时间，神呼召撒加利亚先知，所以伊就来鼓励以色列百姓，讲你毋通啊安尼。无对历史来得到教训，恁的先祖吼，会致使到这个国家灭亡，因为因犯真济罪。啊，即马神托恁倒转来，恁唔通行先人的路，爱对历史得到教训。其实历史未重演，只有愚妄人去重演历史。人对历史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永远无法度对历史得到教训。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咱今日去看圣经，圣经拢记载了真侪感慨，就是要成做咱今日个真好个提醒。所以撒加利亚先知，这个啊撒加利亚先知，伊啊第一篇的这个信息，就是勉励遮个以色列百姓爱离开罪恶，唔通行因先人的路，神魂倒转来，恁都爱把握这个机会，爱为着神来劳碌义正，真无简单。神带恁保守，伊阁激动了这个波斯王鼓励，啊，会当温存恁对比洛之地倒转来恁的故乡，哦，这是在真无简单的事，这一切拢出自神的感动，啊，甲神的计划，所以恁应当爱珍惜。啊，这篇的这个信息讲了呢，然后就刷落去，都有八个异象，啊，伫同一暝中间，神和撒加利亚先知看。啊，看了后，伊就一一将这来教导下以色列百姓，就是讲针对啊建殿的这件事来带因鼓励。啊，咱昨已经讲到这个第六个异象，咱请看圣经《撒加利亚书》五章啊第一节啊，这个第六个异象就是讲有一个飞行的书卷，就是讲有一本足大的本的册，十公尺长。啊，有五公尺宽，哇，这足大本的哦。啊，这本册吼，伫天顶吼，伫空中会飞哦，那亲像飞机安尼飞哦。啊，所以咱就知影讲吼，这个印象中有这款的情景啊，表示讲这是出于神呐。他会讲哦，这个书本吼，书卷会伫空中咧飞，一般是无安呢。但是因为这是出于神呐，伫印象中啊，而且当然都一定有启示嘛。有伊个教导，而且个意义伫内底。啊，这本正啊大本的册，内面拢写着了真济，而且个咒诅的话。一边有讲到饕餮的罪，一边讲到啊，这个起假誓，而且个罪。啊，这两项罪是代表饕餮，这是对人的亏负，这是道德上道德行为的亏欠。啊，这个发假誓、起假誓，意思就是讲，
指着神的名，哦，指着神的名啊，但是呢，伊所讲的是白贼。啊，伊讲白贼话，要搁再指着神的名来咒诅讲哦，我讲的是真的啊，无吼，那无影神啊，大安那，大我对我安怎安怎，这就是吼、哦、得罪神，啊，这就是十界内底吼的第三界，妄称耶和华的名，滥心称呼神的名，亵渎神的名。啊，并且有可能甲地交界做假见证陷害人呢，有可能嘛有关系。因为吼、哦，当伊所讲的那唔对的事，佮用到神的名来讲，啊，结果伊内容那是讲要陷害人，按着等于做假见证陷害人，啊，佫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哇，这是一种十界内底的罪哦。啊，偷窃嘛是十界内面所禁止的，所以一个是对人的罪，一个是对着神的罪，啊，啊，这两项。罪呢，一般人看起来会感觉讲，这个罪是小小的罪，啊，这无关紧要啦，这也毋是杀人啊，也毋是拿钱去人帮啊，啊，嘛毋是抢人啊，哦，大家会感觉讲，啊，这都无什么大严重的什么罪。不过呢，在神的目睭中看起来，神未将有罪当作无罪，罪就是罪，罪就是罪，白贼话就是白贼话。你讲了一百摆，嘛是依然是白贼话。啊，所以咱爱清楚知影吼，这个世界伊足大个危机，就是人无感觉罪是罪，人犯了罪无感觉这是罪，认为无关紧要，所以无罪恶个意识。啊，认为讲我着随意做嘛，无要紧。啊，偌济人做歹事拢无人抓到。哦，啊，我做一两件尔尔，啊，敢会讲较歹运气抓到？哦。所以常常在冲红灯的人哦，去予警察来抓落来讲，你啥冲红灯？哦，啊有就讲啊，有讲啊，我都吼无看到红灯啊，哦，我就冲过来啊，哦，啊你嘞？啊我都看到头前人冲，我就冲啊。啊另外迄个讲，啊你嘞？啊我都无看你伫遮，我所以我就冲啊。啊即摆抓到的是讲，大开红灯，伊讲啊你现在头前迄两个你都无开红灯，干那老开？哦，啊你冲红灯就是冲红灯啊。哦，冲顶嘛，要去辩解啊！人家讲，因为我都无看到你啊，所以我才冲人顶。那真像警察的唔对同款。啊，所以这个世代吼，感觉讲犯罪无感觉是罪，未晓要认罪。啊，这是足大的危机哦。因为你若未晓要认罪吼，迄、那个罪就永远掉了哦。啊，并且咱爱知影吼，因即马咧起做圣殿，唔是讲吼，恁即马大家热心起做圣殿啊，拢无代志啊吼。唔是，当时是要来恁要求哦。你咧做圣工，咧起做圣殿，不过伫恁的生活中咧，恁甲人的关系怎样？恁甲神的关系如何？看起来敢咧恁做有心要爱神的哦，才来起做圣殿哦，为遐远的所在倒转来哦。但是爱神的心，是不是都一旦来压抗一切唔对啊？是不是咱有爱神的心，其他的唔对拢总可以被宽容啊？唔是安尼，心要爱是两方面拢爱完全。咱伫生活、道德、行为、信仰方面，唔通有差错。另外一方面，咱甲神的中间有足好的关系，咱爱神，爱神无定义就未犯罪，哦，啊无犯罪嘛无代表讲伊是爱神的，是这两项东西拢爱去追求，对人对神袂使有亏欠，哦，啊这是互咱清楚知影的吼、哦，啊神要对头，所以其实这个吼近期所应验的，就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啊，较长期来讲，要应验的是对着这个普世，对着全世界、全人类来讲的，就是将来啊，神要审判的时阵是根据伊的律法，这两项罪是代表，拢是对律法内底来提出来，就是十条诫命的代表。所以吼、哦，将来神要安怎审判呢？根据神所颁布的命令来审判。啊，安尼讲起来，吼，咱今日都爱感觉吼，咱若得罪神，若无认罪悔改。无得到神的赦免，将来神就用伊的标准来当你审判。所以昨我那有讲到，即马即个同性恋啊、同性婚姻啊，佫有真侪吼，即个时代性的罪。啊，有真侪人讲啊，同性恋他有啥不可以？迄伊的人权啊，即马拢变作人权呢，逐项代志拢变作人权呢。啊，即讲那是人权，啊，我人权我会当去杀别人无？我当去伤害人无？咱的人权，咱人的权利吼，咱无犯罪的权利了。
人权内底无包括去犯罪的权利，人权内底无包括讲去做迄个无道德嘅代志，人权无包括讲咱可以去违反神，但咱讲嘅命令。啊，这个代志那是违背神嘅命令，将来都是爱接受神嘅审判，神就是用伊嘅命令做标准来审判，所以神看是罪，将来就是用这个来咱对付咱嘅罪。唔是你无感觉，唔是。你无感觉是罪，啊，就无罪啊！唔是你认为讲哦，用一个人权来解释，你就变作无罪啊？现在今仔是要用神的标准来看，用神这个道德的源头，一切美善的源头，就为神一颁布命令来看，对唔对？罪无罪？这个就为神要达咱审判。神若讲这是罪，咱讲唔是罪，将来咱嘛是感官躲在神的审判下面。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尤其咱即马咱只有小朋友，咱有青年人，咱也无打咱的青年讲，讲青这个同性恋唔对，这个社会就大家讲同性恋是对的。啊，咱的囝若无乖吼，一句咱台湾人的土话足歹听，别人的囝死不了，无嫁无娶无生，要去推迄个同性婚姻，来温存同性恋。反正伊也无囝，别人囝死不了啊，无道德，无道德勇气，这非常可怕的代志。所以咱对咱的囝，咱家己教，咱的囝家己教，唔当让这个败坏社会风气来咱教，唔当即马吼教导吼，迄教学纲要吼，即马要讲哦，即马伫小学内底就开始咧教，教讲吼，即马唔是教讲袂使偷食，即马带你教讲你若偷食要哪切嘴。咱的社会在变安尼，咱的国家在变安尼，咱台湾在变安尼，足可怕的哦！啊，你囝，你若你家己囝，你唔教吼，你袂有社会教吼，啊，拜变安怎？哦，像小弟即马加强语气，就是要提醒咱在座所有做爸母的哦。你若放咧，互网络带恁教恁囝，放咧互电视教恁的囝，教放咧互遐个无好榜样、遐公众人物、遐妖兽歌星。婚姻若无好榜样，男女关系拢混乱。啊，你换男女朋友吼，比换衫较紧，换衫较紧。咱即马即呾热天的衫，咱都要穿到九月、十月、十一月，咱才有换寒天的呢。啊，因嘞，因男女朋友毋知换几个去啊？啊，即款风气，啊，青少年拢啊当作偶像咧拜呢。吼，迄一张票偌济钱了？我一定爱去买看呢。啊！你公众人物无好榜样啊，包括政治人物啊，政客啦，毋是政治人物啦。啊，咱咩啦？咱台湾的人民啊，咱可怜的老百姓，咱都爱自力更生啊，咱都爱自救啊，是毋是啊？政党互咱失望，两个党拢夹来夹去啊，恶斗啊，啊你要安怎？所以咱毋通随着社会，随社会一直感觉讲这毋是罪，但是在神的目睭拢看这是罪，啊你要安怎？将来就是爱接受神的审判。所以要面对这件事哦，唔通讲人安怎讲就安怎讲哦，唔通讲啊，这人咧报纸讲这唔是罪，哦，人咧记者讲这唔是罪，那你看人咧官星嘛讲唔是罪，你看人这政治人嘛讲唔是罪，查甫甲查某可以结婚，查某甲查某可以结婚啊，要杀死啊！啊，你变怎？咱唔通听遐，咪叫害死，唔通叫这人害死呀！因无要去天国，所以因行的路唔是往天国的路，咱要去天国。咱行的路甲因无共款，咱爱行天国的路，因为咱要去天国啊。你要去台北，甲去高雄行的路无共啊，方向无共啊。啊，因都无要去天国，所以伊就随波逐流啊，啊，就放纵情欲啊，啊，今生今世就好好来食啉快乐啊，放纵肉体啊，有钱就紧贪啊。啊，都安尼尔啦，因为伊敢若活伫今世嘛，啊，因若无天国的盼望啊。啊，无天国盼望，就无行天国的路啊！啊，咱要去天国的人，甲无要去天国的人行的路同款哦。啊，咱稳当行袂到天国的啦。好、哦，所以咱大家爱清楚哦，吼、哦，嘿。所以这边伊即马这个书卷伫空中咧飞吼，这就是代表神提出伊的宽柄，提出伊的道德标准，提出伊的命令来哦。啊，无人会当走脱，你看哦。对一个教会有偷摕物件吼，这个书卷伫空中飞都飞去到阴道内底去。无人知影的，偷窃的事是暗中做的，无人知影，但是神知影。
无要认罪，连房屋带插头、石头拢会毁灭。哦，这毁灭个足彻底呢，这规个家族家庭会拆了了呢。人都爱被审判，这个家族家庭拆了去呢，拆毁去呢，非常恐怖呢。所以咱今日个吼，咱一定爱维护好，咱吼爱求助保守。哦，啊，所以这第六个影响哦，实在乎咱足深刻个这个体会。一方面就是讲，咱咧做信仰，咱嘛爱灵修。哦，咱爱将迄个无好的事拢来提掉去。啊，即摆咱来讲吼，你那讲咱去偷的物件应该是袂啦。袂讲啊，即教会椅啊足水个吼，无我搬一条我转来，袂啦，搬咱袂搬迄转去啦吼。嘛袂讲哦，啊即钱啊真好，好即囡仔若救袂醒吼，呢叫伊读册救袂起来吼，啊直接来抢，现金比抢两下就醒啊，啊无我提一下转来。我想咱袂啦，哦，咱咧中昼煮爱餐，啊呐，大家用无了吼，负责人咪讲啊，大家斗三工吼，啊这老人嘛是歹处理吼，啊大家斗三工，迄是不要紧。有时摕这个物件来，啊，出来咱也袂去提，我袂提物件。啊，你奉献都咧奉献啊，讲什么提你教会偷提，这偷偷去提人别人嘅物件，提神嘅物件，咱应该袂安尼做。但是正好一个道理，就是讲圣经有咧讲哦。先跟我咧讲，讲什么叫做偷摕？偷摕就是讲你摕了，唔是你应该摕的物件。这个物件唔是你的，哦，你应该要付出的，但是你唔付出，啊，唔是你的呢，你当摕，啊，这就是有偷的迄个概念在内底哦。啊，咱来用圣经看吼，规本圣经来看吼，圣经所讲的吼，有几项物件吼，唔是咱的哦。咱爱服神的哦，啊，咱应该服神的，但是咱无服神，咱依然在放在咱身躯边，安尼就是有迄个偷摕的迄个概念在内底。什么物件呢？十一官啊。所以迄个马勒基书第三章内面咧讲哦，讲哦，这个十一奉献哦，是咱应该归服神的。但是当时马勒基先知的时代吼，遐百姓吼，因无要做这个代志，因将迄个应该归乎神呢，因无爱提出来，所以神一眼中看讲，你这都是偷摕啊，都是夺取神的命啊，夺取神的命啊。啊，佫有一项，出埃及记二十章内面咧讲讲，咱应当爱将第七日当作圣日来向耶和华守圣日。咱有当时啊吼，会甲神计较时间。主会哦，啊，主会唔免安尼定定去啦。圣餐有去领就好啦，哦，圣餐有去领就好啊。我讲都一年来两摆，哦，而且咱拢用家己的想法咧想诶。为什么他一星期中间定一日的时间，讲即天是归乎神呢？咱爱多等下神的面头前，因为吼，神爱咱常常来亲近伊啊。啊，伫咱一般的生活内底吼。咱拢会比较放松，啊，因为工作无闲嘛。啊，但是安息日就是咱应该等在神面头前，咱特别有迄个圣会，有祈祷、唱诗的特别的崇拜聚会，啊，佮有讲道理，啊，佮有来做圣工来服侍神、服侍人。哦，所以安息日规工的活动哦，足丰富的。啊，拢是安尼，咱才着安尼来领受神要予咱恩典佮福气啊。所以这是一项足好的代志。啊，咱若讲哦，咱都会当聚会，但是咱无爱来，哦，这时间足宝贵的。啊，咱该服神的时间，咱无爱服神，就亲像讲十一奉献，咱该服神，但是咱无爱服神，那变作夺取伊的命，夺取神的命啊！啊，时间嘛是同款啊，唔是讲哦，这个无形看袂到的时间，啊，这摕落不要紧，卖服神拢不要紧，唔是哦，有形的十一奉献，咱来奉献。啊，无形咱看袂到的时间，咱嘛是爱该服神就爱服神咯。哦，所以咱家己想啊吼，星期六袂当来做会，但是你们咱是守恩典的安息日，最后说嘛，知影讲咱一天无方便。啊，咱若是讲会当来参加，啊却无爱来参加，安尼都无共款哦。哦，啊咱都无得来参加，都爱读册啦，还是上班啦，啊都有特别的事袂当来。哦，啊，主要说嘛，知影啊，啊，咱嘛是用其他的时间来补啊，哦，啊，咱若讲啊，安息日星期六袂当来，啊，恁尽量就是星期五暗时来，
还是其他的时间，咱来亲近神。哦，啊，若讲作不得已的这段时间哦，咱实在都抽不出来。哦，可能两年、三年都应该吼，爱作无用的，有特别的事，还是咱家己嘛是爱。一直只讲吼，咱是神的囝，咱唔好离开神。哦，咱家己嘛要有祈祷。哦，啊，一个读圣经的生活。因为该好神的，咱唔通无好伊啦。那无就真变作夺取神的物件。啊，佫一项，佫一项就是这诗篇115篇来讲，内底吼第一节，诗篇115篇的第一节，咱来看一下好吼。啊，诗篇115篇第一节，佫一项应该好神的物件吼，咱若无好伊吼，安尼嘛唔对哦。哦，诗篇115篇第一节，耶和华。应要唔通归乎阮，唔通归乎阮，就爱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归伫你的名下。哇、哦，这个作诗的人吼、哦，祈祷啊，啊祈祷达神吼、哦，连续讲两摆哦。哦，这连续讲两摆的代志吼，都是足重要的啦。伊达神讲安怎呢？讲神啊，应要唔通归乎阮，唔通归乎阮。好，秘书讲这敢那炸弹毒药的款呢？好，咱来扛在弯刀吼，这稳当袂使。好，唔当唔当，应该唔当归我阮。当然，这唔是炸弹毒药啊，这是因为咱不该得的啊。应邀是归于神的啦，应邀是属神的，是神该得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主外，是圣神，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爱、无所不能。是完全的智慧，是完全的宽平，是慈悲怜悯、信实公义，是良善性格、谦卑柔和。哇，这位神这么完全，这位神是值得咱去敬拜，伊的名是应当阿罗的。所以咱爱将神该得的荣耀归乎伊，唔通担在咱的身躯边，哦，咱做几项啊圣工，啊，就安尼感觉讲，哦，咱若像安尼。敢若变教会足重要的人，咱莫安尼想。啊，亲像主要所在恁讲的，咱这做工作做了，咱来亲像一个仆忠心的仆人安尼吼。我这不过是我应该做，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呐。会感觉讲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咱来常常感觉讲哦，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咱就会变作一个有路用的人。啊，恁来常常感觉讲吼，好、哦哦、我足够的呢。嘿，你看看呢吼，咱这台底就是就我上适合的，我上。我配得的啦，哎，我比别人较有资格。咱若安尼想吼，其实都是无资格。咱家己感觉不配，神才会当作咱是配。咱若感觉配，安尼咱凭什么伫神的面前，咱配得这个荣耀，咱配得这个积分，咱凭什么？伊讲嗯，我的智慧聪明啊，我比别人较巧啊。啊、你敢有比神较巧？你巧，还有别人比你较巧？嗯，看起来就是哦，这内底就是哦，这个教会内面就是哦，我收入上悬啊，我钱赚上多啊，你钱赚上多，你钱多嘛，有人永远比你较多。嗯，首先你看起来哦，就是我口才上好啊，你口才好，嘛有别人比你口才较好。无你是凭对一点互神看，讲你是配的，咱拢不配。啊，甚至讲你上有钱、上高讲话，你上口才、上好、上智慧、上才能，啊，神要用你，敢是因为这关呢？神要用你，敢是讲因为你钱足些，所以神讲要用你，干嘛呢？唔是啊，安尼那等于神是会当用钱买收的啊。神唔是安尼看的，所以咱要想想呢吼，有影咱就是爱愈谦卑啊。哦，咱当个做圣工，咱来干嘛讲？这实在是主要说给我足大恩典，我是不配呢。啊！结果竞选我，我凭什么会当我神把我竞选来得救因？我也无比别人较好啊！我的行为可能比别人较歹哦。啊！但是最后说为啥竞选我？恩典嘛，所以咱都袂当夸口啊，咱都愈爱感恩啊，啊，咱都爱愈珍惜啊，啊，愈爱怎讲吼？爱把握啊！哦，这个机会实在有够好个。啊，若安尼吼，咱若做主的仆人哦，都惊伊讲无够用嘞。所以咱来干嘛讲？咱是一个无用的人，啊，荣耀归乎神，恶路荣耀上站拢归乎神，啊，唔通哦，将迄个荣耀拢担在你身躯边啊，安都唔对啊。该乎神的，无乎伊，这嘛是夺取神的荣耀。
好，所以咱即马阁讲哦，即三项物件哦，哦，啊，在当时因咧建造圣殿，可能一半个啊啦，有可能一半个啊吼，安尼哦，你无敬畏神的人哦，趁这个时阵哦，建造圣殿的材料人提倒转去，啊，神嘛知影，啊，撒加利亚先知无一定知影嘛，但是伫印象中，神互伊看嘛，看有迄个飞行的书卷啊，好，啊，阁有讲到偷窃的罪，所以伊即马从遮那达百姓讲的先。啊！迄若有犯这个错的人吼，伊就会去认罪悔改，都唔敢去做啊。所以嘛，有可能因当时，哎，你看，唔知所以讲吼，你建造圣殿吼，嘛有一挂人吼，有非分之想呢。啊，这是第六个印象。啊，咱个去转来看，啊，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咱来看第七个印象。第七个印象吼，甲第六个吼。有小可有迄个相通的所在，拢是讲着做嘅代志，啊要对讨做，哦，来第五节，甲我讲话天使，哦，即都一直陪伴伫撒加利亚先知嘅身躯边嘅，有一个一直咧甲撒加利亚先知讲话嘅使者，哦，所以这是一个特定嘅，哦，特定嘅迄个使者，哦，来对我讲，讲你着仰目看，看所出来是虾米哦，哦。我讲啊，这是什么呢？哦，就是撒加利亚先知就问讲啊，这是什么呢？啊，这个解说这个天使讲，这个出来是一个牛气，一个牛气啦，要牛的啦，要牛物件的啦。啊，这个、牛气看起来是一个圆的牛气，哦，就是咧牛迄个大牛啦，牛尾啊啦，吼、哦，大尾、小尾啦，啊一挂大牛的物件咧牛的，牛公看安尼拢总差不多有偌济啊？几公升啦，哦，像你讲吼，你米刀吼，你牛啦，你看安尼拢总几刀米啦，哦，类似安尼啦。讲我啊出现这个物件，哦，啊这个物件，这是啥物呢？伊讲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就是恶人啊犯罪的迄个情形啦。要讲到恶人犯罪的迄个情景啦，啊，即摆下面伊就解说哦，伊讲我看到一片圆的圆去红。压起来，圆的圆呐、啊，就是讲迄个材料是圆呐、啊、铅呐、啊、圆圆呐，啊，迄圆吼，迄个比重吼、哦，比重足重的嘛，差不多是输迄个也做金尔尔啦，金过来就差不多圆啊啦，铅呐、啊，铅的迄个密度啊，密度真密，密度足悬的，所以伊的比重嘛足悬的，哦，啊，即摆咱等下再讲为虾米用圆吼、哦。啊！这个坐伫牛气内面有一个福建人，迄、那个圆的敢若有一个汤啊？你啊想象敢若有一个汤啊？敢若就是个米汤安尼啦吼、哦。啊，这个米汤当然因为伊些地无出产米，出产大麦、小麦嘛，所以伊可能就是咧牛迄、那个看这个麦啊有偌济安尼啦吼、哦。啊，这个这内底呢，讲有底一个福建人啦。啊，天使都讲啊，这是罪恶啦啊，这个福建人代表罪恶啦，哦。富人人代表罪恶，啊！伊就将这个富人人，搭黑伫迄个做牛气中间。本来这个是代表罪恶，这个富人人啊，唔是伫这个桶内底，是伫外口。哦，啊！即么呢？书架怎啊将这个富人人搭蛋多牛气内面？哦，啊！这个圆的圆吼，将迄块一片圆的圆，黑伫牛气的口上，就是讲有一个，刚刚有一个桶啊，啊！迄、那个。迄、那个圆做的迄个挂在盖在面顶，啊，盖起来吼，因为伊的比重足悬的，密度足悬的，表示啥物？表示袂去互糟蹋出来。你再看咱即马吼，迄个核废料，若要封起来吼，要摕去处理吼，常常嘛是用圆去它封起来，因为伊的密度足悬的，较袂有迄个一撮物件去互糟蹋出去。吼、哦，所以你若用圆的物件吼。你去搭底烧地吼，好、哦，迄、那个温度嘛无啥会走出去，迄水拢袂去吸出来，因为伊密度足悬嘞。啊，这个意思就是讲啊，讲这个罪恶吼爱处理啦，这个罪恶爱处理。啊，这个罪恶处理吼，大声就是讲爱搭封在密密，封好密密吼，袂使阁流出来啦，袂使阁流到这个意识的地啦。哦，咱即马继续读落去就知影哦吼。第九节，我阁举目看。有看到有两个福音人，或另外两个福音人出来，在因的石膏顶面有风，哦，这两个福音人哦，有发石膏，
哦，啊，这个石鼓有风，会当飞到足紧的。啊，这个石鼓亲像虎叫，哦，鹳鸟的这个石鼓，这个直接翻译直接所讲的这个鹳鸟，吼、哦，啊，鹳鸟，啊，有的所在，它翻译做虎啦，虎啦，吼、哦，虎迄、那个迄、那个虎安尼吼。啊，咱若看迄个《利未记》十一章吼，讲这个鹳鸟吼、哦，是归类伫迄个无结晶的动物内底。无结晶的飞禽呐，啊，这是飞禽嘛吼，鸟类的飞禽，无结晶的飞禽，因将这个鸟去搭夹起来，吼、哦，啊，伫空中飞，哦，就放伫迄个天地间伫空中，啊，我就问讲，迄、那个甲我讲话的天使，讲这是要做啥物安尼？因将这个鸟去吼，要扛到啥物所在去？因为鸟去内底就是带迄个代表着罪恶的迄个附近人。好，啊，即嘛重点十一集，十一集就关键哦。伊对我讲哦，讲要往示那地啦，要来送去示那地，要为伊建造一个房屋。哦，啊，等到房屋准备好的时阵吼，就将伊安置伫伊家己的所在。所以就是讲吼，这个代表着罪恶的负责人，伊原来就是伫示那地啦。啊，但是呢，伊走到作些所在去。哦，伫遍地有犯了足侪罪，哦，啊，互这个地受了足大的污染，足侪所在拢有罪啊。哦，啊，这既然是一个罪的源头，这个是一个罪的源头，即马就爱抓起来，把蛋咧，迄个盐做个桶内底，啊，然后接落这两个有发石膏的负责人，哦，亲像灌鸟的这个石膏，把放在伫迄个停伫半空中，互伊离开地上，啊，等到讲哦。在因原基地起一间厝，起好的时阵哦，就将这个搭藏在迄间厝内底。哎，啊，这做成啥物？做成咱的核，咱的处理迄个核废料的，有无？哎，核废料吼，要处理前，爱先去起，看要起到啥物所在。哦，啊，较早拢有起伫迄个兰树啦吼，啊，即叫抗议嘛。哦，迄兰树人讲，哈，你看我穿这丁字裤的，就较无效，哎。我是较无暴尔尔，我唔是讲做人较无，吼，哇，啊，就抗议啊！啊，即嘛，所以说啊，准备安怎？较早拢伫遐起一挂迄个核废料的储存的所在嘛，啊，所以足类似安尼啦。即类物件大家惊啊，啊，未使我走泄出来啊，所以用迄个盐搭烤掉咧，盖袂安尼，唔是凊彩塑胶袋啊，搭袋里哦，哦，啊，未使哦，安尼叫走泄出来哦。啊，即嘛关键就是死哪？什么是死哪地呢？哇，咱来看圣经吼。啊！看创世纪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啊！迄个时阵，天下的人的口音拢同款，因往东边迁徙的时阵，伫示那地拄到一片的冰原，这个示那地就是今仔日的这个伊拉克的所在。就是古早迄个巴比伦帝国的所在地，古早巴比伦的所在，所以这个示那其实就是巴比伦。啊，这个创世纪十一章就是咧讲到讲，因伫示那地要起巴别塔，这个巴比伦甲这个巴别啊，甲这个巴比伦有相关的，迄、那个发音相关的哦。所以这个巴比伦其实就是为巴别这个发音演变来。啊，对，唔免要讲，就是今仔日即个伊拉克迄个所在，哦，两河流域迄个所在啦，吼、哦，巴比伦。啊，圣经内底吼，作者所在拢咧讲，巴比伦就是一个大淫妇啦，就是一个罪恶的源头啦。你对旧约开始看就是安尼，啊，到了新约启示录特别阁讲较清楚。来，咱来看启示录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啊，十七章，大巴比伦这个淫妇，哈，来，启示录十七章，咱来看第五节，第一，他克遐顶面有写着讲，厄比啊，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甲一切可憎恶之面的母。哦，所以伊是这个大巴比伦，就是一个大淫妇哦。
啊，这个大淫妇吼，就是一切罪恶的母啦，就是讲拢为遮出来啦。啊，你来看创世纪十一章，因迄个所在哈，因为那因离开方舟了后，啊，开始因三个囝就向着各方面去发展，啊，向东边去发展，就去找着是哪地。啊，因底下去巴别塔用意就是讲吼，因无要传扬神的名。要传扬人的名，就是跟神作对的啊。因无要分散在全地，因要集合做伙。啊，神的命令在伊，就是等于讲，恁来分散全地哦，遍满全地哦。因无要遍满全地哦，所以违背神的命令，啊，佫敌对神，跟神作对吼。无要传扬神的名，要传扬人的名。啊，那啊大水的毁灭拄啊过哦，拄啊过，即摆你出来离开这个方舟了，就是一个新的世界啊。新的生活，有新的盼望啊！迄、那个罪神拢啊低调去啊嘛，用大水毁灭迄个即、這个大地，啊，即、這个大地已经付出即个代价啊，所以受了刑罚嘛，受了咒诅啊，受了刑罚。啊，讲起就是即马就是清洁了、清气啊咧，无罪啊咧。啊，即马结果伊要去巴别塔吼，显露出人的心的恶毒，敌对神啊，跟神作对，要传扬人的名，无传扬神的名。所以安尼是毋是罪可开始啊？罪可开始啊？对，才个开始发生出来啊！所以你为创世纪看，为启示录看，是那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迄个大淫妇，就是代表着这个罪恶的世界，就是这罪恶的源头，罪恶源头。那个看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吼。伊大声喊着讲：“巴比伦大城倒啊，倒啊！成做魔鬼的大个所在，甲各种污秽的灵的糟蹋，并且各样污秽可憎之七鸟的糟蹋。”哦，你甲看哦，这个巴比伦哦，都是有一个所在，就是魔鬼的大个所在啦。哦，原来是安尼哦。哦，原来帐头都是生伫菜头顶哦。哦。这就是魔鬼大的所在，这大巴比伦哦，任务哦，就是魔鬼大的所在啦。啊，并且就是充满了各种误会，各种误会的灵一糟蹋，一个糟蹋呢，一个原基地呢，根据地呢，魔鬼大的所在呢，各种罪恶的源头呢，各种误会的灵一糟蹋呢。哦，啊，所以即卖呢，倒转来这个撒加利亚书看，这个、代表着吼、哦。这个希腊的罪恶，巴比伦的大罪恶，以及这个负责人，未使走出来，啊，就抓起，抓起，他站在这个桶内面，桶在这个桶内底的时候，用这个盐啊，他封起来，啊，就暂时和这个两个负责人，另外两个负责人，以迄个石膏来在压在半空中，啊，等候神愤怒时刻，神审判时候到的时阵呢，就带因刷到登去，已经起好一处，啊，就放在遐。安置在遐，都予因去归到因该去的所在。就是吼，既然是魔鬼甲属魔鬼的人，都将来都去到迄个黑暗的所在，来永远受刑罚，永远受刑罚。去到因该去的所在，啊，唔通予迄个罪过留在一只以色列地，哦，因为呢，以色列即马要起圣殿啊，啊，所以这个罪袂使留在遮，爱在地精。啊！以色列百姓被掠去巴比伦，可能在巴比伦帝国底下生活五六十年的时间，有可能摸了迄个所在的无好的风俗，所以讲啊，加减就带倒来带倒转来伫这个以色列地。啊，即摆以色列地呢，伫这个所在呢，即摆起圣殿，啊，你哪会使安尼？搁再将迄个对巴比伦带转来的罪恶，搁留伫遮呢？所以这么神讲哦，用近期来讲，用对当时因的百姓来讲，就讲这个一定要低调，啊，神一定有所作为，神的审判，神的处理，这个物件未再留到咱家。啊，一些的百姓哦，就明白，但一些的百姓讲，恁哦为巴比伦大堂来罪恶吼，迄、那个无好的迄、那个违背神命令的一寡观念也好，还是一寡做法也好，嘛拢爱低调。哎，恁来将这个负心人，上顶着罪恶负心人，抓起来，担落去，来封锁起来。啊，其实，咱这么看吼，伊这个犹太百姓，就是去予巴比伦灭掉，这是六十六年前的代志嘛。
六十六年前的代志啊。啊，这个巴比伦后来去和波斯灭掉嘛，巴比伦帝国后来去和波斯灭掉，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原来被巴比伦帝国统治，后来变波斯统治。啊，伫波斯王古列元年时，神激动伊，哦，神讲你要成做我的仆人哦，你爱和我的百姓倒转去。啊，伊怎下诏书，讲哎，以色列百姓啊，恁的神有讲哦，讲要恁倒转去去开启圣殿哦。啊！恁大家进来报名上车哦，恁若报名哦，登记哦，都互恁登记哦。啊！印度讲进来报名五万外个啊，啊！所以因即马就倒转来啊。啊！想要讲就是讲吼，巴比伦帝国其实巴比伦帝国吼，神已经在刑罚，去予波斯帝国灭掉去啊。以撒加利亚先知伊看异象的迄个时阵来讲吼，巴比伦已经灭掉去啊，已经去到应该受了伊应该受的刑罚啦。但是现在这个所在为什么说啊，还要压起来放在那个半空中呢？这就是在说较远的长期来说 要应验的事情。用历史来说，巴比伦已经受刑罚，但是你要说到将来未来那个未来的永远在末世末日的时候 来呼应那个我们刚才看的启示录的十七章到二十一章那个所在在说的大巴比伦帝国这个罪恶，这个任务到落尾吼，因为伊灭绝全世界的人，甲伊做伙行淫嘛，伊的罪恶一直污染，一直互人来堕落嘛，所以吼，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啊，等到审判这个世界的时阵吼，因就爱去到应该去的所在，因就爱承受应该受的刑罚。所以其实这段讲将牛气达卷起来，要等候因的房屋起好吼，要来送登去因的原基地。罪恶为滴，你个所在出来，罪恶要甲伊送到东去，未使过来出来。哦，啊，等候时候，啊，这就是你讲到末日。所以咱知影讲先知伊个预言吼，伊拢留一个伏笔，伊有近期现在历史性的应验，啊，可能嘛遥遥指向着未来，要搁再应验。通常伫这个末日的时阵，会搁再应验一摆，这叫做将末应验。所以有迄个几项特性，咱第一讲有讲，讲哦，先知的预言应验吼，有几项特性，一项就是历史性。历史性就是讲，伫撒加利亚先知迄个时阵哦，因当代啦，迄个时代就是应验一摆。啊，过来就是一个多处性哦，多处的特性，应验有多处的应的这个特性。多处的特性就是讲，伫这个历史上有几啊摆的时间的应验。啊，第三个特性就是多层性。多层性就是讲，唔是干那伫这地面的层次，要另外伫属灵的、属天的层次，搁再应验。所以属天的层次，有可能嘛是几摆的应验。啊，这都爱看预言的这个内容是啥物，伊所讲的是啥物物件。哦，啊，有可能是地上有几摆应验，伫属灵嘛几摆应验。哦，安尼都三个啊，咧历史性、多处性，啊，甲这个多层性。啊，搁一个啥物？将末应验，将末应验就是讲，即马讲的遮个吼，到最后将末终末末日，有一个整体性的完全搁再应验一摆，并且迄度想到一个永远的结局。头前遮应验的，拢是伫时历史的时间中的一个片段的时刻所成的，到将末。末日最后生存的是将所有还未应验的事拢总在应验啊，拢在实现啊，啊，并且迄个结局是存留到永远，一直到永远的。啊，圣经内底的这个预言吼，要算哦，歹算，因为圣经差不多70%到80%吼，拢是用预言的形式去写的，拢在讲着讲吼，将来要发生，将来要发生。用预言的形式来写，70%-80%。哦，你安尼要算算咧吼，何止上升上百？哦，啊，咱若讲退休吼，时间较济吼，你较好啊读圣经，为创世纪开始读，大家开始咯。啊，你若算看弄种几个预言，你才算看嘛咧，吼、哦。啊，差不多吼、哦，应验的有90%以上应验啊。大体上来讲啦，90%应验啊。啊，剩落去大概10%，这是大概哦。哦，你莫聊我的话病哦，吼，哦，莫欺负了，别他莫老人哦。哦，
大概要百分之十，一般的这个圣经学者嘛，讲差不多有要存。我即马按你讲，意思讲存少部分啦。圣经引言作些作些作些，但是呢，即马存落去吼，啊未应验的吼，都、就是等待啥物？等待迄个末日来的时阵，全部应验啊。啊，即马都在等迄刻嘛。所以，大伙人知讲，神讲的话未落空哦。在历史上几落摆应验，在属灵的层次，搁在咧应验。就是同恁讲哦，你唔好无相信哦，你唔好安尼看作噗噗啊，哦，你唔通安尼哦，目睭起火哦，不要看作菜瓜哦，哦，你安尼唔好安尼看，你都要认真哦。为什么？因为还佫有一个将末的应验哦，你看过去哦，应验的部分哦，到将末末日一定佫全部应验的。啊、哦，咱就是一直咧等候这个时刻，惊呢，惊。所以读先知书哦，帮助咱有信心嘛吼、哦。来，安尼就是。第七的印象所改啊，对当时的意思表示来讲，恁若有对巴比伦点染了这个拉萨无好的这个观念、甲习性、甲行为，恁都要来低调。啊，神吼对大巴比伦这个罪恶的城吼，神的刑罚。所以吼，迄个启示录就咱讲，咱都要紧出来哦，咱都要为大巴比伦出来哦，唔通伫其中有份哦。我即马就是安尼哦，你即个起圣殿呢？伫即个神圣的所在，你起神的殿，啊，他会使有即个误会，他会使流露即个啊做巴比伦的误会，未使啦。所以神要对讨，啊，上面叫百姓爱排敌，啊，上面讲到即个末日应验的时阵哦，大巴比伦城一直要被审判，啊，所以咱爱分辨哦，哦，救助人民啊哦，啊，即吼啊来上到登去，无来接受即个罪恶，哦，所以讲死那地哦。的罪恶对遐出来吼，即马都要送倒转去。啊，这神的殿吼所在地、神圣的所在，爱分别为神，袂使留落即类物件。啊，咱伫咧教会内面咧服侍神，咱爱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世俗的误会唔通带入来教会内底。世间人咧用的，咱教会无一定会当用。咱来过一过，爱用神的道理去甲过滤。过滤了后，咱就知影讲可以不可以。所以你也看咧，摩西啊、甲约书亚，因要开始承接神的工作的时阵，神拢同因讲一句话哦：将恁的鞋脱落来，恁的鞋爱脱落来，因为因这双鞋吼，伫这个世俗惊大，抹了真侪垃圾。啊，即么来到神的面头前，神讲你来到圣地，你来到神面前就是圣地，你要徛伫神面前来服侍，就是要做圣工。啊！你要安怎？你爱先将你对世俗来的鞋啊脱落来，唔通将世俗的拖沙粉、垃圾带到圣地来，带到神的面前来，来为神做工，无合。所以前后第一代、第二代以色列的民族救星带领者，神拢安尼答应要求哦。啊，这就是同人讲哦，哦，安尼其实是一个新型的时刻。神的会堂就是一个神圣的空间，所以我们要有那个时间上的神圣的概念，我们也要有那个空间上神圣的概念。时间和空间就交织，成就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全部，成就我们的信仰的内涵。我们要在神圣的时刻来敬拜神，安息日该服神就服神，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来服侍我们的兄弟姊妹，来服侍神。圣地神圣的所在，神圣的空间，咱爱将迄个世俗误会，它留伫世俗，唔通将世俗误会它带来到神圣的空间。哦，啊，即马呢，起圣殿爱留意。好、哦、来，即马去看第六章最后一个第八的意象。啊，这第八意象在讲什么呢？我搁举目看，所以迄个意象吼是伫迄个。天顶啦，半空中的啦，所以伊才需要眼目看哦。啊，是暗时哦，暗暝哦。伊为第一日一直看，看到即马这个是第八个哦，可差不多是安尼一暝时间啊。所以这假如要一暝时间哦，差不多要天光啊。啊，即马这最后这第八个影像哦，足有意思的，拄好搭配着迄个一暝内底吼，最后迄、那个。暗暝的尽头，暗暝的尽头就是拍普光啊嘛。
所以有可能撒加利亚先知伊看第八个异象的时阵吼，差不多是要破布光啊，就是天要光啊啦。啊，这第八个异象吼，拄拄啊吼，就是一个完成啦。吼、哦，迄、那个上美好的结果出来啦。哦，就敢若讲看到迄个日头光同款。我说做有意思的哦，咱咧读圣经哦，啊，咱咧想想想哦，那你干嘛做有意思的哦？开始暗暝的时阵，吼、哦、啊昏昏欲睡安尼，暗头啊都想要度孤啊，哦，啊看到迄个第四章，迄个第五个异象的时阵吼、哦，差不多度孤到吼，啊都爱去天神去来叫伊醒，哦，应该爱买一罐书包啊，是讲迄个满牛互伊食吼，看甲醒紧醒过来无？哦，啊一暝安尼看第八个哦，所以这上期待哦，就是第八个异象，咱来看安怎？因为这看了就天光啊吼，来，我也把观看有四台车对两个山中间出来，啊，迄、那个山是东山，东山有作用的哦，哦，第一台的车是套着红马，哦，所以马车，啊，这甲第一个印象哦，咱即马读的时阵，用啊，甲第一个印象有同款无？无同款，因为第一的印象哦，是讲有四个书架骑马，因是一个骑一只马。啊，即马即个第八个印象上尾哦，是一台车套一只马，哦，啊，即个色嘛无啥共款，哦，来看，第二台套着乌马，第一台是红马，套红马，第二台是套乌马，第三台是套白马，第四台是套着有斑点的臃肿的马。啊，但咱即马咧读着即圣经哦，讲迄个马的色。哦，啊，偏偏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内面都有写，啊，搁再来圣经启示录，拍开七印，开始的时阵嘛是有马，啊，搁有色的马，啊，咱这个读圣经的时阵吼，是不是咱一定爱将这三个拢来藏做为讲这一定有相关？咱唔是讲都爱有这款直接都去达反应，咱要做这款直接的反应甲连接，嘛要有相当的条件，就是讲因这。三个所在，因所讲的马呢？第一，色一定爱同款；第二，背景爱有同款；第三，就是因的立足点、因的意义、因所要代表的意义也是同款的。安尼，咱才会当讲因这三个是有关系。啊，有啥物到有啥物关系？关系到啥物程度？爱看因所提供的资料，这三个所在的资料，咱来做比对，比对了，各方面拢参考比对了。咱感觉讲，嗯，这是有关联的，啊，才会当讲是有关联。啊，圣经本身呐，讲啊，这种个别讲的，这样不个别讲，那样嘛个别讲。啊，你看起来因无共同点，无共同的基础，啊，所指的方向嘛无啥共款。那按咱唔免讲哦，一定要达硬硬达塞做堆，哦，啊，人都无爱做伙，你干那硬要塞做堆，安嘛唔对，是不是啊？哦，啊，所以唔好安尼来改进，啊，所以是一个提醒哦。啊，小弟感觉这三个所在，伊所讲的哦。无迄个绝对的关系，啊，至少互咱知影讲吼，啊，即、這个因只马所看的色啊，甲内容，伊讲的迄、那个因要做的代志，啊，即、這个内容过程拢无共款，吼、哦，啊，咱就一个去解说就好啊。啊，若讲一个解说了，发现讲，解说了的时阵，因有两个有敢若有相通，啊，咱再来讲，吼、哦，来第四节，我就问到我讲话天使讲，哦，这做好用诶，小弟讲，我这唔免 Google 啊 ，Google 都要搁上网啊，吼、哦。主啊，这是虾米意思？伊天使就回答我讲，讲这是天的四风，四台马车，代表天的四风，这个风就是电风的风，就是灵啦、啊，哦，就是讲神要达车派到世界各所在去啦，是对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所以这四台马车。拢是出自神的车牌，并且神予因有一定的方向去，往迄个一定的方向去，因四台车往无同款的方向去。来第六节，套着乌马的车往北方，白马对伫后壁，有斑点的马往南方，臃肿的马出来，马伫遍地行来行去。天使讲，你只管在遍地行来行去，因就照油行咯。这对神所设牌安尼去做，第八节重点伫遮，伊阁呼叫我讲看啦，往北方去的，已经伫北方安慰我的心；向北方去的，已经安慰我的心。套着乌马的车往北方，啊，白马对伊后壁去。啊，这个北方是啥物呢？
北方就是巴比伦啊。咱来看地图吼，以色列地北方有真侪所在，但是巴比伦就是伫伊的北方。啊，为什么讲北方已经安慰我的心啊？因为往北方去的马车，这就是上帝的军队嘛，去征战嘛。往北方、往巴比伦去的马车，已经执行了神的审判，执行了神公义的审判，该审判审判了，所以那个心就已经得满足、得安慰啊。神的公义得到满足啊，一定安慰啊。哦，和思想嘛得安慰，看这个影像啦得安慰，就是神已经做了伊该做的，啊，那个犯罪人已经受了应该承受的，所以公义已经得到满足。按这里看了，差不多可能得要天光啊！哦，啊，即嘛吼，咱互咱知影吼，这对当时因来讲吼，一定有一个足大的鼓励，因为头前迄个第七个印象是咧讲追讨巴比伦的罪嘛。啊，即嘛讲吼，已经安慰神的心啊，神的公义已经得到满足啊，表示神这个这件代志，神一定会成全的。啊，因伫咧去。圣殿的这个过程内底，拄到困难，就算讲亲像巴比伦这款的困难，这么大帝国给因的困难，神嘛会当代因摆开，啊神一定会审判，哦，啊就当然讲到这个末日，最后神的审判，嘛会当对这来讲，哦，大巴比伦城会倒去，神要代刑罚，哦，啊这个犯罪人，神一定会代，给因受到该受。会兴奋啊！去到应该去的所在啊，所以这两个，若要讲到第七甲第八，拢是针对巴比伦来讲，一个是审判因的罪，来等候将来日子到啊。即嘛第六，就是你讲讲啊，即、這個、巴比伦城已经去哦，即个叫做波斯帝国灭掉啊，哦，已经灭掉啊，即要安慰神的心啊。但是将来迄个大巴比伦罪恶大淫妇呢，末日的时阵要应验的呢？啊，搁等候，搁等候。啊，但是伫历史上，这個、大巴比伦城已经毁坏啊，所以将来这个世界大巴比伦城罪恶的人心嘛是要在审判甲毁坏。好、哦，安尼八个印象，总归纳来讲吼，有因当时迄个时代的需要，唔过先知预言的应验，未讲干那捆绑伫一个所在，哦。因为伊有多层应验的特性，伊有将末应验的特性，所以一定是要向着未来末日的时阵，伫迄个时间点要成全、要成就的。啊，八个意象的解说是安尼。哦，啊，咱阁讲一撮啦，吼，咱阁讲一撮。来，第九十，第九十以后发生一件事，啊，这件事嘛，足有意思的。对咱来讲嘛，足好个教训，吼、哦。讲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加利亚先，你这样无看影像啊，吼、哦。那么神的话直接来讲哦，吼。讲你着爱对比罗的人中间吼、哦，去找迄个乌呆、多比亚、甲亚大亚，这三个人的金银。这三个人是对巴比伦来到西番那一件约西亚的处人。当日你着爱入伊的家。就是讲，神台讲讲，你今仔日就爱去，你今仔日去，要去倒位呢？你即马爱去迄个西番仔的囝约西亚的厝，因为呢，有三个对巴比伦倒转来的人哦，因有摕到金银，因这三个呢，对巴比伦倒转来吼，因摕到金甲银吼，去到这个约西亚的厝，啊，你即马你往哪爱去？爱去遐？啊，即马这三个对巴比伦倒转来的人吼。就是讲，对迄个比罗之地回来啦，因为因六十六年前被掠去遐嘛，啊，即中间因伫几年前倒回来嘛吼，伫迄个做十六年前第一批倒回来，啊，倒回来吼，陆陆续续尾啊，陆陆续续拢一直有人回来，所以这三个吼，乌代、多比亚、亚大亚，有可能就是最近才对比罗之地回来，啊，咱即马来咱来了解吼，有可能是安怎？因早有这金民，为什么太？带着这金银回来，咱对正面来讲哦，这予咱听到会足感动的。正面来讲，就是讲，从掠伫外邦国家遐的百姓，
因知影讲，即马吼五万外个人伫十六年前倒转来因个故乡，就是要起圣殿嘛。啊，有一挂人大概因为特别的情形啊，因无法度来参与这项工作，无法度亲身来参与。毋过因知影哦，即个圣殿吼停十五冬，啊，伫五个外月前，接着合格先知鼓励，因就开始去着手恢复建殿。所以即马即三个人一定是受人之托，伫疲劳之地，因无法度倒转来的人，无法度亲自来参与建造圣殿的，一家人呢，但是因的心嘛，就是嘛是伫耶路撒冷啊，因嘛是爱神呐、啊，安怎呢？就托委托这三个人，所以这三个人有可能是带领者，是被信任，是忠心的，一定有足好的形象的，才将金银委托因。啊，这些金银委托因摕回来，不是要回来买股票，不是讲啊，你要去美国，我这些钱哦，美金哦，你拜托我去啊，去美国买几只股票，不是买股票，不是要去投资，要做啥？是要回来帮助建造圣殿的。哇，这予咱听到嘛足感动诶！耶稣若是像安尼，足有可能是安尼。对疲劳之地当下摕金银，就是要来帮助啊！我未当亲身倒转去，毋过我的心是伫神遐，我嘛要伫这件事上有分。所以，阮这薄薄的物件，这结合起来，这金银，请恁摕倒转去。好，啊，即嘛，撒加利亚毋知影，但是神来讲，所以伊迄一日。伊就爱行动啊！哦，你这个你就爱去行动啊！所以这个行动派啊，神讲你去行动，来赶紧行动，唔当搁再拖咧三个月、四年、三个月，未使紧去，赶紧去看十一章。神来讲，你即马出这个金银哦，爱做冠冕，地带约撒达的囝大祭司约书亚的头壳顶，这有一个足奇怪的代志哦。约书亚是大祭司。大祭司本来就有迄个布巾作为一个冠冕嘛，啊，但是即卖呢用金银要做冠冕，这个冠冕是王的冠冕。啊，即卖想哦，祭司他会使戴王的冠冕，你这粒头要用剁落来啊？你祭司呢？你祭司就戴迄个布巾，叭来缠起来，啊，有一块黄金托伫只土在，啊，写鬼妖话威神，这是你的冠冕呢。爱用金银做的吼，是水的王帽呢。啊！你普通人，你也不是王，你是祭司，你什么咧戴王帽？你大家要用剁落来哦。哦，所以即马即有一个什么成功安尼哦，安尼继续看哦吼。啊，对于讲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我看啦，迄、那个名称做大卫的苗裔的，伊要伫本厝发起来，并且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头前有讲啊嘛。迄、那个大卫的苗裔，用当时来讲，就是大卫后裔，就是扫罗巴伯。扫罗巴伯伊的血管内面，就是流着大卫的血统，所以就是皇室之后啦，皇室之后，伊就是皇族的后代。啊，对比洛之地倒转来迦南地，倒转来犹大地，波斯王怎讲？伊是有一个血统上的代表，伊是大卫子孙，啊，大卫就是自保做的。神冇讲大卫后裔要永远坐宝座，啊，所以即马即个被封作省长的即个扫罗巴伯，其实伊就是代表大卫的子孙坐伫大卫宝座顶面。哦，啊，所以呢，讲个就是讲扫罗巴伯伊要来坐伫王位，伊要伫原来本位来发起来，就是要伫迄个大卫后裔中间佫出来，要来建造耶和华殿。啊，这足清楚的，但是即马吼，你来看哦，头前讲约书亚，即马要来讲扫罗巴伯十三章，伊要建造耶和华殿，并且要担负尊荣，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就是讲伊要承担迄个大卫宝座的荣耀，哦，伊要代表大卫后裔，要来掌王权，啊，搁要伫即个位上做祭司。和两极之间来调定和平，就是和两极之间来组成一个和平和谐的现象。啊，即马就是讲哦，就是讲即马要使我甲所罗巴别出来哦，即马拢讲到这两个哦，要伫这些他个顶地王墓，这个这些嘛
佮当时佮变做王。啊，即卖呢，要互即个扫罗巴别坐伫王位，互伊做王，啊，要互伊伫位上要佮做这事，所以即卖两个吼，用约书亚来讲，伊是这事，伊本质是这事。啊，即卖伫即个本质以外，要佮互伊有王的冠冕，就是伊这事嘛变做王。啊，用扫罗巴别来讲，伊的本质就是一个省长，就是大卫后裔，就是一宝座的。但是即卖呢，伊原往那边会做这事，哎、欸，所以伊这段话的目的是虾米呢？这段话的目的就是讲哦，有一个要出来，迄、那个就是要做这事，要去做王。啊，为什么讲爱丢定和平？因为本来是无和谐的。祭司甲君王本来就是对立啵，哎，因为人的软弱才变对立啵。啊，咱就来讲一个故事嘛，撒母耳嘛，撒母耳的时代啊，撒母耳伊是做祭司啊，扫罗伊做王啊，啊，因约束的时间还未到，这个扫罗安怎心急，怎去献祭？啊，伊献祭了先，撒母耳怎到？撒母耳来讲，啊你哦，你。做了好多事啊！你是王呢，你才会使献祭。献祭是阮祭司的代志呢。扫罗吼，足无欢喜这个撒母耳的哦。撒母耳嘛无欢喜这个扫罗王，因为伊违背神的命令啊。啊，这个王吼，讲我是一国之尊啊！啊，你做祭司，你定来咧找我的麻烦，吼、哦，你是足无应该，才变作安尼。所以因两个职位中间有产生这个紧张哦。啊，在历史上常常是安尼，因为吼、哦、君王伊。就职登记的时阵，伊爱为家己写一本律法书，就是讲我要照安尼来治理国家。啊，即卖伊若无照安尼做的时阵吼，这时都是有责任爱答王讲王啊，啊你写的迄个律法书内底，你即卖无照安尼行呢？这时爱来讲，哦，啊是讲王伊对迄个律法无了解，这时来来解说。啊，即卖伊做唔对，这时来来讲的时阵，是毋是这个王会无满意？啊！你啰你啰嗦啊！你啰你啰嗦，你去掠杀母啦！莫待下咧，杀母伊你掠杀母啦！莫定来捣我乱啦！有可能安尼讲啊，哦，迄紧张嘛，所以无和平嘛，无和谐嘛。啊，但是即马安怎呢？即马要治约书亚伊所代表的啊，甲扫罗巴别这两个人，因两个人的本来的积分要得合作会，要互伊变作讲是和谐，要同时兼任这个工作。啊，这就是一个预言啦！这就是咧预言讲吼，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伊就是大祭司啊，伊个就是大卫子孙啊。所以过去吼，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上，以色列的百姓哦，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哦，无一个祭司做王，无讲哦，这个祭司伊个做王，嘛无讲有一个王伊个做祭司，无啊。因为在神的设计里面，神对国家的组织的设计，它有三项，这三项就是一个保险的机制，一个就是君王，君王就是行政、政治、军事、组织的这段领者，要修正君王、政治、组织、行政、事务，君王做首长。啊，宗教上的事呢？敬拜神啦，要献祭啦，吼，啊，要过节期啦，吼，啊，等等吼，要教导这个律法书啦，这些，所以伊这是分工的哦。行政的首长是君王，宗教顶面的首长是这些。君王若做唔到，这些爱大家讲，并着律法大家讲，啊，律法就是这些咧教导，律法就是这些咧研究，律法就是这些咧解说，所以这些就可能是大法官。你看合解书吼，合解书神叫合解讲去问祭司，问祭司讲吼，祭司献祭了吼，用伊的衫巾啊吼去包祭司献祭过的物件，摕出来外口，啊将这个物件摕掉，佮用这个衫巾佮去包其他的物件，安尼其他的物件会变作神圣物，因为这个衫巾有去包着迄个献过祭的物件嘛。啊，过一个变做分别为圣啊呢，哦，所以这块吧分别为圣啊，爱用这些的衫子包出来，摕出来外口，哦，摕出来外口呢，啊，怎啊，摕起来，肉才摕起来，这块肉才摕起来，啊，佫另外去包一个馒头，
馒头他包在这个三支，啊，安尼拄只包的迄个肉，迄、那个献过节的肉，迄、那个肉分别为甚啊？啊，迄、那个肉的神圣性，伊神圣的果效会食到安尼怎传互这个馒头无？哦，神叫这叫神帝去问啊，问啥？问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咧解说圣经的。哇，这些作呕的，这些伊随时都回答啊，这些伊都回答，伊免阁去 Google 啊，免阁去百度一下啊。哦，所以伊往那研究我做清楚，伊随问随回答，随问随回答。哦，啊，所以哦，这些就是咧负责管理这个律法。哦，啊，有疑问啊，解说，就是大法官啊去解说。啊，搁一个什么？神帝、君王、祭司、神帝，这三个拢总是受膏者，就是讲这三个职分，伊开始要接的时阵吼。神的差遣，伊的仆人摕到迄个圣膏油，用橄榄油搁淋真济香料做的圣膏油，迄、那个膏油，膏油呢，由神的仆人摕来抹在君王的头壳顶，膏入你做王；抹在祭司的头壳顶，膏入你做大祭司；抹在神帝的头壳顶，入你做神帝。所以有三个职分，拢被称过受膏者，拢有经过这个膏去来抹。就是叫做受膏者、受膏者，啊，这个受膏就是表示神的恩典能力在你的身上，哦，圣灵的恩膏、神的宽平能力要在你身上，让你承接这个职分，有这个正当性、甲这个权威性。啊，但是在以色列百姓的思想，无一个祭司搁做王，嘛无一个王伊搁做祭司，因为在本来神的设计内底，这都是分开的。啊！但是在圣经的思想，有一个至高神的祭司，伊往那做王，就是麦基先德、麦基洗德，创世纪内底迄个麦基洗德，哦，伊找袂到伊的身份甲族谱，伊仰标耶稣基督，所以伫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内面就讲啊。讲耶稣基督一做大祭司，一做大祭司，唔是按照阿伦的后裔做祭司迄款的款式，伊是比较麦基先德的顶处。麦基先德的顶处是啥物？伊是撒冷王，佫是至高神的祭司。但是因为伊唔是伫以色列历史上，唔是伫以色列的历史内底，伫以色列还袂有历史以前嘛，哦，所以伊是神在。这个做创世纪迄个阿伯罕的时代所拣选的一个大一个祭司，啊，伊当时就是伫耶路撒冷做王，撒冷就是后来迄个耶路撒冷，撒龙就是平安，哦，啊，因平后来就变做耶路撒冷，所以伊伫撒冷做平安王，伊嘛是神的大祭司，至高神的祭司啦，吼，唔是讲叫做大祭司，至高神的祭司啦。哦，所以这足特殊的一个人啊！啊，后来伫以色列因的开始因的历史以后，神已经分三个受膏者的工作。先知的工作就是讲，伫这个君王出差错，这是无法度去改变伊，也是讲这是含君王两个拢错误，这个先知就走出来。先知就是为乱世而生，先知就是为着乱世而应允而生。是为着乱世来啊，因为吼、哦，君王无照道理，祭司嘛看袂赢，有可能祭司甲君王做伙对路，安尼救济的机制，救济的机制造出来，神帝出来，神都好到神帝去，伊直接向神负责，伊讲神的话，所以吼、哦，神帝伊毋是世袭制，毋是固定的讲吼，爸传囝，囝传孙。君王甲祭司是爸传子，子传孙，孙佫传落囡仔孙。但是先知就无讲先知生先知子，先知孙无。先知无讲将先知的这份交予伊的子，佮交伊的孙，因为伊毋是世袭制，毋是世袭制，就是讲吼是随机的。神呼召伊，伊就做工；神无呼召伊，伊就转去啊。哦，阿摩斯先知伊就是做农夫管理。这个桑丘的，伊来做，啊神啊叫伊倒转，伊就倒转去啊。所以吼、哦，工作时间无一定，
有当时啊来无影，去无踪；来无张弛，去无消息。敢那武侠小说内面武侠片的吼，跳落来，派人来炮倒了，这个劫数都消失了。迄小女子要来搭车的时阵吼，哇，无看人啊，就是安尼啊，伊是直接向神负责任的啊，所以伊无受君王的限制啊。君王袂当去鉴别伊，伊直接对神负责，所以会当忠心。哦，这就是保救济机制啊！啊，即马吼要讲就是讲，耶稣啊，伊即马做这些，他肯定嘛当帝王无？所罗巴别伊做王，但是即马伊嘛要坐伫迄个世世的位上。啊，就是这两个，就是来仪表上面的仪表耶稣基督，仪表耶稣基督。将来伊要来宣传伊的救恩，啊！因当时来讲，就是这两个人，因要来带领建造圣殿。所以，拢是代因讲啦，讲哦，恁一定会成的啦。啊！即马借着这个比洛之地摕转来金银呢，做一个冠冕，和祭司地级的。这在以色列历史上，无一个君王是安尼，无一个祭司是安尼。所以，这是用着一个象征性的、象征性、象征性的动作来做代表。但是就是要来预表耶稣基督，啊，同时就是要代言讲，你即马建造圣殿哦，约书亚是祭司，所罗巴别是省长，因两个合作要来带领恁将这个圣殿来完成。好，咱再继续看十四节，哦，咱大家十五节解说了就来结束吼。这个冠冕要归希人，希人就是头前迄个乌代、多比亚、甲亚大亚、啊甲西番亚的囝，哦。贤哦，这甲头前的名无同哦，迄、那个贤就是头前迄个约瑟啊，啊名无同，不过是同家的人哦。这个名分要归予因，冠冕的名分要归予因，但是呢，后来爱藏在腰怀殿做纪念，就是讲哦，即马做好了吼、哦，金银做了冠冕了吼，予约瑟啊递一个，递一个了，有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完成了嘛。这个、动作完成了吼。哦即马过来，这个功劳，这个名分呐、啊、吼，这个名分要归到因这四个，因为因吼将这个金银带得回来，啊因忠心奉献出来，啊来做一个祭司，做一个王的冠冕，所以因伫这个圣纲上有分，哦，因安尼这么甘吼啊，忠心吼啊，佮甘心爱神爱主吼，安尼吼，所以这个名分吼，因所做的这个工作爱纪念，唔过。因为因不是王，这最后的这个物件不是伊的，所以嘛是爱归到圣殿呐。所以等到圣殿起好了后吼，这个王墓吼爱提起到圣殿内边，它永远存起来啊做纪念。啊，这是咱讲什么啊？就是讲金银是神所享受的啊，啊，咱将对神所领受的，咱搁献给神。啊，咱经过安尼做的时阵吼，咱就是将对神领受的搁献给神。咱伫这个思想都有分啊，神都带咱纪念啊。不过最后这个荣耀不是归予咱哦，这个荣耀未使归予咱哦，这个荣耀爱归到伫神的殿内底。等候伫四年后，这个圣殿起好的时阵哦，这个王墓哦，冠冕都爱藏在圣殿内底做永远纪念。但是呢，伫这个思想有分的呢，神嘛会赏赐予因。心嘛会纪念因的辛苦，不过荣耀未使归予咱。这段意思是安尼，感谢神哦，咱读咱就清楚哦，啊，拢已经讲好啊。来十五节，十五节嘛，一个真好哦。远方的来嘛，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即摆一直咧进行建殿嘛。所以这件事吼，对因来讲吼，有上等的意义啊，但是嘛有勉励的意义。啊，即摆神佫讲哦，远方的人。远方的人，原来要来有份伫这件事。吼、哦，远方的人也要有份伫这件事哦。远方的人都是外邦人哦，唔是犹太人哦。但是呢，因嘛要来为神做建筑啊。那伫撒加利，那伫迄个合该书内底吼，合该书的这个第二章吼，合该书第二章咱来看吼，二章的这个第五节吼。第六节，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讲，过无外久，我得甲出再一摆震动天地、沧海、甲大地，我得甲震动万国，万国的金珍宝得甲拢运来，我就予这个填满了荣耀。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
万军的耶和华讲：银也是我的，金也是我的。这个殿后来荣耀得较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个所在我得较属平安。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神在因建造圣殿开始的时阵吼，无偌久哦，伊就借着先知讲哦，讲你免惊吼，恁去做圣殿一两个月时间，五大月日时开始嘛。啊，结果这个七月先神就来讲这个代志嘛，哦。讲安尼好，神会感动这个世界其他的国家，让因得到感动了吼，因将金银珍宝吼，拢送来耶路撒冷来帮助恁建造圣殿。那用当时迄历史来看，就是讲波斯王鼓励让因倒转来，啊，就已经有一挂金银财宝给因啊。啊，遐金银财宝呢？波斯王遐金银财宝是对倒来呢？遐金银财宝就是帕多巴比伦啊，将迄个各国。对各国地到遐物件，拢集中来到波斯国，所以即个波斯王佫将这金银财宝来，予以色列百姓因回来先，予因炸来，这都是万国的珍宝予因啊。不过即摆神讲，我要佫再一摆哦，哦，接无够，要佫予因，要佫再感动这个万列国，啊，列国因都会佫将这个金银佫送过来。神的荣耀就献出来，因为万国的人将金银上来，都是要荣耀神，就是要献给神的。啊，神就得荣耀啊！神的名在迄个列国中间，在外邦的所在嘛得到荣耀啊！啊，所以即马讲哦，讲万方在恁的恁这个犹太人以外，恁这个犹太人以外，以色列百姓以外吼，嘛有人要来参与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就是呼应。合该书所讲的神同款嘛，要震动万国，哦，用来帮助这个建殿的工作。但是咱有讲哦，先知的预言哦，通常哦有近期应验、甲晚期、长期的时间的应验，地面上的应验，啊嘛会伫迄个属灵的层次应验。这个属灵的层次来应验，就是到今仔日末世的时阵，主要说嘛，精选一挂唔是犹太人的。哦，在迄个各国中，拢有敬虔的人，神带因竞选入来。啊，遐个竞选入来了后，就是要来建造神的殿。就咱昨所读的吼，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咱过来看一遍吼。迄个经节就是来解说这个经节。来，二章十九节，保罗写俾吼以弗所地区遮的信徒，遮的信徒因原来唔是犹太人，以弗所地区的因。因在因的血统顶面啊，因是从称作外邦人诶。啊，但是呢，因信耶稣，主的保护带因洁净了，因即马毋是外人哦，毋是外人甲人客哦，是甲圣徒共国哦，甲古早的圣徒拢共一国哦，是神家来的人哦，神家来的人哦，哦。啊，并且恁这個对外邦来信主的哦，是被建造在使徒甲先知因所传的真理的根基上哦。啊，并且呢。是耶稣基督一生做地上的第一第一帮角色，啊，真难拢靠着伊联络在学习，渐渐成做主的圣殿呐。所以咱被建造，同时咱嘛来建造，咱被建造成做神的殿，咱嘛来建造神的教会，才建造神的圣殿。啊，这个殿就是圣灵要徛起的，圣灵要甲咱同在。所以讲，远方的人嘛要来参与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就是讲神会接纳因。要让因成做神家来的人，要让因来参与建造教会、建造神的殿的这个大工程。啊，咱今日有影作些，咱本来拢唔是犹太人，叫因流落到外邦，啊，咱被精选，变做有资格来参与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哦，所以这个啊，这段故事也是讲到这个所在。哦，啊，咱下晡再阁继续。哦，咱想讲要从这到第八章到完成。因为咱这个撒迦利亚书主要分作两个大段，第一章到第八章吼，这是对当时因发生的代志来讲的，哦，啊第九章以后吼是对着末世着重的末世来讲的这个信息，所以有一个时代性的，这个信息，啊一个是较晚末世的信息，啊，咱这摆吼看会当达到第八章也达完成，啊，咱下晡再阁继续，咱来唱诗。440首。
那阴凉的草地寂寞声心响，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水流清凉洗净我旅途贫苦，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我渡过江河我越洪流，多情的我写东写西，忧伤是一生的安慰我心，无论昼夜真神意。第四站，终于你终究起从尘世远离，神引领他儿女前行，在荣耀中被提入永远光明，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我渡过江河或越洪流，我经烈火暴雪都接近，忧伤是一时刻安慰我心，无论昼夜真神隐。